你给他施的什么咒啊？禁食咒。日后，他要见了他自己喜欢吃的灵鸡腿、八宝蹄膀，就会反为作猴。应元帝君，火德元帅已经睡下了，那就让他醒醒。应元帝君，此事不妥吧？这有何不妥？我们演学天宫新制的灵鸡腿。 正好想请老元帅尝尝鲜呢。应元帝君，应元帝君，元帅他只是发糊涂了，得罪了您，您大人有大量，别往心里去啊。他只是个老小孩罢了。应元帝君，帝君，应元帝君，应元帝君。 三天两头的来比武，输了就把我的后院砸得稀巴烂。本君念你仙灵掌，给你个台阶下。你倒反客为主，教训起我来了。严旦给本君递吃的，你就要打他八十雷霆鞭，哼，当本君圆寂了。就是就是，帝君帝君，您给他施的什么咒啊？禁食咒。日后。 他要见了他自己喜欢吃的灵鸡腿、八宝蹄膀，就会反为作猴。不过也好，少吃荤食，延年益寿。没想到你做小人比做君子还要天赋啊！没给他下禁酒咒，已经对他是莫大的客气了。还不赶快去找！收到。 这不是方归君和我一起破的玲珑棋局吗？原来这兵书是以棋局为喻，暗合兵法。不对，这兵书毁了，那我这些天吃的苦不就白吃了吗？找到了，那就走吧。等一下。 这本书也算是借过了，走吧。